新作新电影《消失打看》那在里面我是饰演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，那有一天我男朋友突然不见了，那他有架设一个网站叫做 missing.com， 就是我们的片名，那我就上去那个网站要找一些蛛丝马迹，所以就因缘机会就碰到 Kit 跟其他的演员，然后我们就他是在诉说一个爱情故事，然后是一个三角恋这样子。他的部分是三角恋，我不是。对，他不是。我这边是属于比较就是成人的爱情故事，然后他们是属于比较年轻人的爱情，没有搞笑。他在里面完全是一个型男呢。对，如果都要这样啊，哎，哎，怎么会有嘞？这是什么？对呀，是我们的那个皮。就是如果买预售套票的话，就会送这个 EP， 所以请大家支持《消失打看》。演唱的人是谁？有唱。Kid 没有。哦，是在做吗？好，谢谢佩仪，谢谢。好香哦，他对。过去都是又漂亮，气质又好，就是我真的比较没有办法，就是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些，学历也很夸张。还有林轩呐。